这个已经是过去啊，全国组就是无想要管一百万啊、四百五十万代表，伤侪就歹管咩。伊即卖已经是手下败将，手下败将啊，无等于伊该讲了无。我第二站开始排赛，我咪要出来做车手啊，安尼啊话，我七年无比赛，我搞出来做车手。哦，敢我看人家坐车辆、车辆起几万万嘞，安尼啊话，我拍日头拍甲要惊死。今日无可能我是乌巴面顶休困，无啦，我今日最爱困的啦，哦不，唔是我最爱困的啦。今日你来找我，你大家找我欣赏，找我签名。啊，徛足久的，然后我就讲，我休一，我休一，我就选入去，我休半点钟啊。安尼啊，我选入去，你如果选入来一个嘛，我搭个老大拍照，老大拍照，安尼啊，嘛是休袂停。我才稍微火车面顶困。不过今日这个经验我惊到啊。安尼啊话，我感觉吼，我感觉徛只签名比国盛伊较硬，比伊就讲加较忝。安尼啊话，我感觉伊只吹冷气就徛只顶个等比赛，你只比我较忙，你咪直接拍日头，你只签名签名签名，签上签袂停。我讲我后站开始，我要出来比赛，我要出来比赛。所以后站开始，我唔是讲要甲车队要改破序，车队要改做破序的车队，啊，我拢要买三台。这三只这唔是白买，这三只是耀阳的、国信的、国外的。我对后站开始排赛，我咪要出来做车手啊！安尼啊话，我七年无比赛，我敢出来做车手？哦，敢我看人家坐车辆、车辆起几万万嘞！安尼啊话，我拍日头拍甲要惊死。那我就甲你讲一届杰尼龟，你也别卖一块帮，卖这直播间拍杰尼龟啊！我想要甲你讲一届杰尼龟，我已经有出一个视频甲你讲啊。今日刚上来找我，今日东升嘛来找我，我嘛搞我东升，我嘛搞我七车也，这个啥，迄个穿一条东升看，东升嘛看到，我讲我让你看，袂使嫌，东升嘛无嫌，我来看安尼。哎呦，我真的有讲有啊，我就不爱传啦。伊讲东升嘛，我你也不爱传，我为什么爱传？我就唔是惊讲叫我传就传。我有出一个视频来讲了，八点九三秒，你不要较早做，你传你视频出来我看。这第一项，我本来先看你的视频，为什么我要摕视频来你看？你讲叫我来看视频，看视频。你造假，我跟你讲足久的，你就造假、造假、造假，你别来讲足久的。我举证跟车也就叫他们举证啊，都人就拢承认啊。我叫他摕视频出来，你干嘛摕？伊们无摕出来，为什么叫他摕视频？我也摕出来，袂瘾摕啊，就是安尼。第二点，我讲过，伊把视频摕出来，去捐一百万，我就把视频摕来伊啊。我答案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我未去回这件过去故事啊，无啦，这件过去是过去啊。我无讲听讲八点九三秒，我知伊要创啥，我甲伊讲总共一句就是歹管啦，就是安尼嘛。我甲伊讲听无，你讲听无意思。总共一句就是无想要管一百万啦，四百五十万代表伤济就歹管咩？歹管只收钱办法，无你看伊个啥物理由歹管，就是讲我造假，就是安尼。啊，环境也同款啦，伊反正伊输就输啊，要管嘛，我搞无啥，伊是管中国管台湾啦，我无差啦。啊，我来破坏啊，做自由就好啊，甲伊无关系啊。所以即摆已经是手下败将啊，无等于伊甲伊讲就无啊。所以我今日来搞偷贴纸啦，我摕安尼会较济啊。我讲我大哥有打过贴纸，我这规则已经变过去啊，叫他讲死啊！你搁打过贴纸有啥必要？无必要啊！